好的教训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打这个上礼拜公布的追加超救急岸边齁。那这个岸边呢，除了要普通过关之外，它还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要用 90% 以上的血量来过关这个关卡。那你说，教练，我可不可以不打这个任务？当然没有问题啊，那你就乖乖去英雄神殿刷100颗特级果实吧。Oh yeah！ 那你如果不想要坐牢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影片吧。好，那这关呢其实难度不会很高啦， but 这个前提是你有角色的情况下，如果你有这个电刺，你有亚伯其他等等之类的角色呢，那么你要过关就跟吃饭一样简单。但是如果你没什么角色，极端一点就是像我一样资政五克，那难度其实还是有一点高的哦。那这对最大最大的关键就是电刺的 SS 要跳起来，所以我们前面不可以打太快，因为我们王冠时其实我们的活力是不太够的，所以我们王冠真的要完全靠电刺的 SS 下去打输出红，所以到王冠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二阶跳起来，一定要哦。好，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存技能。那这边我们用2P 来带走这一关，原因是下一关就开场是 3P 嘛，那 3P 我们清完这个软软，然后第 4P 电刺哦，电刺就可以把机器人给杀掉，因为电刺是这队最好杀机器人的。好，我们的降临角那个火力其实还是不太行，杀机器人是很难杀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就把软软给解决掉。好，轮到电刺吼。好，那这关的输出方式就是王会有反击的状态。OK， 那你撞到王呢，王就会对你射一个雷射，你就会受伤嘛。那这关又有自伤加攻的机制，你就可以打输出啦。好，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，他发雷射的方向啊，会根据你打到，就是看你从哪个方向打到他，他就会从哪个方向发射雷射哦。所以如果比方说你有触发什么友情啦，哦，那可能会导致他往别的方向放雷射，就没有射到你，那你就没有受伤嘛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没有输出哦，这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是继续存技能，然后等一下轮到电刺就可以带走了。那注意一下，小王的右上是大招，会死人的。好，这边我们就直接横刷把王带走。OK， 好，第二关结束。好，我们这边一阶已经跳起来了，那这是有速必杀的情况。好，没有速必杀的话，其实是很难存的。好，再来就是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我们一样先把软软解决掉。好，然后缩鞋子的 CD， 那鞋子就会放这个回复币出来嘛，然后我们一样吼，智商加攻输出。然后这边跟刚刚不一样的是多了两只天使，那这只天使的遗言是哦，帮王加攻，那加攻的倍率是两倍吼，啊，意思就是你受伤也会被两倍哦，这样子你的伤害就会更高。那如果你没有撞到天使让王加攻的话，输出其实也不会不够啦，如果你的角色很好的话，但是如果你的角色不够好的话，你没有这个加攻两倍啊，你是不好输出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刷上下刷，应该是刷不死，好，就像这个样子，王残血，那就这就是我们要的情况。好，那这边呢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操作，就是回血，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回血哦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回血，尽量不要触发王的反击，因为一旦触发我们王的反击啊，我们就一定会受伤。好，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最后决定是偏左，哦，直的偏左弹。好，继续补一点血。好，就像这个样子，小角度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就成功把血回回来，又没有触发反击。那注意一下哦，亚麦伊蒙中间的 CD1 是大招，不过如果你没有让他加攻，然后你又保持满血的话，你是不会死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来看我们这边把血补满了87，来看一下他打多少。滋 ，OK， 你看我们剩下12413，他总共打了75300，我们这样就不会死。好，那假如说你的电刺没有速必杀的话呢，你在这关就要继续存，
嘿，就一直存，一直存，一直存，存到跳为止。好，那像我这边已经二阶跳起来了，我就可以考虑直接带走了。好，这边就带走。好，多贪一点补血，进入王冠。好，那王冠的话呢？好，一样先清软软。那注意一下，好，这边往右上的 CD 是白豹，然后右边也有天使嘛，一样会帮王加攻哦。所以如果你让王加攻的话，王的白豹伤害就会变成两倍，就会变蛮痛的，这点要蛮注意的，尽量不要在右上 CD 一的时候让这个王加攻啦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是不要死。对，我们这边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不要死，不要死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我们横着打补血，我们一定会受伤的啦，但是至少稍微补一点血回来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天使给杀掉，让这个王加攻。好，这样等一下电刺开 SS， 然后不要把下面那只杀掉哦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吃到两管 AC， 我们的输出就会更高。好，那这边呢，王身上有反击杀手，我们要准备开电刺的 SS。好，就像这个样子。但是，我现在走这个路径的话呢，最后反击杀手不会在王身上，会在底下那只。应该叫克拉肯身上，对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要走这个路径，不然王会被我打死。你看，没有反击杀手都打这样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反击杀手的 SS 输出怎么样吧，吃两管雷射吼，来吧，3亿4000万啊，7亿8000万，王死了吗？还没。哇，挫赛啊，完了完了，本来我的预料之中是要开完电刺就把王秒掉的，结果居然没有，完了，王还剩这么一点点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一样先清软软红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怕伪王的音乐有版权啦，所以我就把它换成别的音乐了。好，一样白爆嘛。那这边呢，我不敢贸然对王输出了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又会继续受伤，会更难把血补回来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是一直补血就好。好，轮到电刺再把王收掉，看能不能保持在 90% 以上啦。好，这边要有点靠塞，因为我没有秒掉的关系。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把血补回来，把血补回来。OK， 好，把血回满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吃底下两只机器人两下。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开帕克啦，或是其他的东西，对，去延怪一回合，但是我这边呢，我不想开守护兽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冒点风险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收掉啊。OK， 好，就像这个样子，但是还有毒，好，毒完剩81000，那我们的血量还剩下93%，就这样成功过关了吼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你有问题也可以留言问我。那我是月，大家拜拜。